广州新开了一家机器人餐厅，机器人做的菜到底是什么味道？让我们一起去尝一尝。科技感十足的门店前站满了人，煎炸、饮料、汉堡机器人有条不紊的工作，扫码点单，机器人大厨现点现做，制作一个汉堡只需要90秒就可以啦，超级方便。跟着迎宾机器人小智，还可以带着我们快速入座。超大的玻璃墙里面都是整齐排列着碧桂园自主研发的32个自动化炒锅机器人，一个电饭煲机器人还可以同时制作24份煲仔饭。你敢相信这一大桌子菜不是机器人大厨制作的吗？像清蒸笋壳鱼、乳鸽、宫廷蛤蜊肉、煲仔饭等等的高难度中餐均不在话下。其中最好吃的当属这个辣味煲仔饭，咸咸香香，融合酱汁，一口下去马上入魂啊！为了保证出品，碧桂园邀请顺德十大名厨亲自教授机器人独家配方，3分钟就可以享受美味的顺德硬菜。你们一定很好奇这些菜是怎么上桌的吧？抬头看看吧，整齐划一的云柜机器人时刻待命，将饭菜准确安全的送到餐桌上，还有超萌的 AGV 送餐机器人为你服务哦！这么炫酷的餐厅，你心动了吗？其实人均也才60多块钱，寒假赶紧带上家人朋友一起打卡吧。抖音。